颠覆传统，唔跟古法。女人又点啫？女人就要认命噶啦咩？独立女人自成一格，但系而家就唔同咯喎。我哋可以苏思揾钱，可以自食其力。既然系咁，点解仲要嫁人自己攞嚟贱啫？我们的陈秀文，自梳女，6月26号起，星期六日无线经典台。